大家好，这个是 HIP S400B，是全 touchscreen 的。我们现在，你看我如果 down brain，Please try again. 注册不到。OK，现在我们来注册一个手指。menu user，然后我在这里已经有注册了一个 all u 一个 user，哦，现在我按 edit fingerprint，这里六号呢就是之前有注册了一个手指印，现在我再注册另外一个手指印。这是三号，OK，来注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OK，现在我们退出来。我们来试试看。OK，好了，我的演示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